I start to sail on these ocean waves. Nobody knows, nobody knows how to find us. It's turning out to be a perfect day. I just wanna leave our normal lives behind us. So let's get lost out here. No one else out here. Find ourselves out. Hello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冰凌城下。一看这个大海边呢，家人们就知道昨天晚上我和燕姐啊下班以后没有回到山庄，而是又来到了粤海公园的龙王庙停车场，也又守了大海边啊睡了一个晚上。因为啊在山庄有时候啊我们睡几天呢还是比较想念美丽的大海边，所以说呢山庄两天海边一天，目前呢已经成为了习惯。走吧，你们。走吧。回家包饺子。今天不在这儿做饭了，回饭店。回饭店吃饺子，牛肉馅的。牛肉馅饺子呗。嗯。做个人儿。嗯。吃着整那一大块面，走，走吧。老辈传了的记着啊。是谁传的呀？你老辈儿，你老辈儿。啊，樊总传的，那就正常。行了，下酒。别漏了，大姐，你包着饺子别漏了啊，我检查检查啊。包饺子没漏的。没漏吗？捏捏多半天。别把牛肉都漏出去啊。这是羊肉，大哥。啊，那是牛肉啊。那要把牛肉漏出去。羊牛都不分了呢。嘿嘿。饺子马上就下锅了哈，三连牛肉羊肉馅两种。饺子好喽。哎呀，这大饺子。哎呦。一看就想吃是不是？这一大方盘。羊肉馅的好了，先来几个，开始啊！哎呀，怎么样？除了油就是肉，香不香？不能用香形容，美味。羊肉馅饺子呀，特别好吃啊！蘸点这个汁儿。我比较喜欢吃牛肉啊，牛肉、羊肉都好吃。这是用那内蒙牛的羊吗？这是你九大家邮来的羊肉。哎呦我，嗯，这不得好好尝尝吗？好吃啊，真香。嗯，香吗？特别好吃啊。嗯。好喽，我们吃饱了，得回山庄啊。我这又买了一大包狗粮，走吧。那我得抱你吧，要不这一锤没影。行。撒手没影。走走走。哎呀妈呀！还得买点苞米面，喂鸡的苞米面啊都没有了，有那些有多少算多少，我们就都拿着了。这是又买了50斤苞米面，这是40斤狗粮。好，好嘞，走吧。小黄在门口等着呢。小黄觉得应该快回来了。嘿嘿，小黄跟差不多了，该回来了。盼望在哪？
你看看，这真是不白养啊啊！回来了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下来了，都下来了，都往回跑了啊！来了，来吧，快点回来。奶糖，哎呀，奶糖也回来了。哎呦，这一天，哎，你看看看，看看看看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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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光谁蹭的？哎呦我的天哪，想坏了是不是？哎呀，哎呀，又来了，这是谁？妞妞，壮壮，壮壮来了，哎，真的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我天，这又来了，奶糖，奶糖，哎呀，别往上扒，快，这是谁？旺旺，哎呀，吉祥啊，旺旺在上面呢，救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呀，这一天呢，好好好好。是不是不回来不行？看，狗粮没了，水也没了。呵呵，好好好好好，我给你倒，我给你倒。好嘞，好嘞。哎哎，在这儿，还得放这儿哈。别弄倒了啊，吃吧。这这都回来了，看看，嘿嘿。你还得给它拽出来撒撒吧，要不然这个够不着啊。行，那得往边上点，卡着点。这现在个高了，不像以前了，拔了 啊！快，你俩来吃了啊！嘿嘿，真美。我去给弄水。时间呢，来到了下午的5点钟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和燕姐呀、啊、要招待一个从外地旅行回来的一个博主夫妻二人。那么在房车里啊，我们聊了大概一个下午吧。现在呢，兵哥要给他们接风洗尘。大理那款车我看看，里面灯都能打开吗？现在就是里面那个后面这个床车这个啊。有灯吗？啊，打了啊，灯啊，这个位置吗？啊，也行。哎呦，我这给什么玩意儿撕了？看看看看你家林宝，哎，林宝，我看看来。哎呀呀呀！哎呦呦呦呦，是不是干坏事了在车里哈？指令给撕了，行，挺好。这你俩睡它不高吗？不高哈，就这么碎吗？啊，好好好。大红灯笼挂挂挂，走吧。啊，走吧走吧，先去吃饭去。这年宝睡着了哈，直打呼噜。一上午一上午。你还跟他陪客了，来客人的时候你还不睡觉。这个时间段呢，威海这个路上啊，车也是不少。多吃点吧，你俩。嗯。生的能不能吃得惯？大林，你来这个，大林。没毛病。大林，你来试这个。老香了，老香了。忍住悲伤。招待完大连夫妇以后啊，那么我和燕姐呢又回到了新都的饭店，主要就是为了换车，因为明天呢跟宠物店啊已经定好了，要拉5个狗宝宝啊去打预防针，因为皮卡呢后面呢是个货斗，没法装，第二排座椅呢又是个单排座椅，兵哥又怕拉不下。燕姐的车呢正好是一个韩国的 SUV， 它的第二排座椅呢是可以放平的，那么后排的空间呢是足够用，所以说呢我俩吃完晚饭呢要回来把车辆换一下，
这样一来呢，明天上午啊就会拉着五个小狗崽下山来打预防针。是不是这样就合适了？整个这个空间呢，小五个狗宝宝对在后边就 OK 了。